个圣诞啊、一个快乐的圣诞节。下一首曲子呢，他们所要表演的是我们在台湾很难看到的哦，很难听见的哦，所以你一定要洗耳恭听。这一首曲子叫做 Frosty the Snowman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看到下雪呢？只有在建安才有哦，而且是要用你的耳朵去感受下雪的时候到了。Frosty the Snowman。
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管乐。